今日入到嚟元朗，谂住嚟呢一度揾下食好西，扫下街。但系行下行下，俾我哋见到一间好抵买嘅杂货超市。似乎下一次嚟元朗玩都要带定一个大啲嘅购物袋啦。呢度除咗系多嘢食之外，仲有好多嘢买噶。我哋沿住元朗大马路，向住元朗广场嘅方向，就会见到呢一间好街好超级市场。我哋可以见到有好多粮油杂货，仲有一个区域咧，限时优惠全部都系10蚊。入到嚟都有好多抵买嘅介绍，一齐入嚟睇下先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频道，带你哋搜罗身边有啲咩抵玩、抵食、抵买嘅嘢，可以订阅我哋，揿埋隔篱嘅钟仔抢先看。跟贴住我哋最新嘅情报啦，仲有记得留言赞好同埋分享我哋嘅资讯俾你嘅亲朋好友啊！大家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咁就可以一箭双雕，同步收到我哋最新嘅资讯啦！多谢。首先我哋及下呢个10蚊嘅特价区域，全部嘅粉面咧都系10蚊。小米一包又是10蚊，渣渣豆一包都是10蚊，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杂豆都是10蚊至10几蚊一包。如果中意食八宝粥，就可以买定咁多种类嘅杂豆喺屋企，随时都可以煲到各式各样嘅豆豆糖水啦。入到嚟铺头入面咧，即刻见到有劲多零食。好似品客薯片10蚊一桶，咩味道都有齐喎。庙街锅巴好似泰国版嗰啲嘅饭焦咁，四隻味都系8蚊一包，粟米、烧烤、花椒同埋辣味。蛋黄酥12蚊有6粒，我哋再环顾一周。见到有好多唔同味道嘅酱料，腌料都系8蚊一包，养生花茶25蚊有10包。哇，有润喉茶啦、去湿茶、清润利咽茶、排毒养颜茶、养肝茶、三七花降压茶、苦瓜牛蒡茶等等。咁呢啲花茶嘅好处都系可以根据自己唔同嘅需求去选择唔同嘅养生茶，而且冲调嘅方法咧都非常之简单，只需要用热水焗一焗佢，大概15至20分钟就饮得。啱晒翻工嘅 OL 或者喺屋企工作嘅潮妈啦，仲有好多好垃圾嘅零食喎。夹心紫菜15蚊一包。仲有呢期好 hit 嘅螺蛳粉都系30蚊有2包啊！鹌鹑蛋20蚊一包，利不納軟糖16蚊有2包，
10元三包的这些即食前菜，有海带、萝卜、干豆干等等，还有燕麦豆腐花20元，一包有16小包、啊。核桃黑芝麻糊，绿豆沙，五谷杂粮粉，豆浆粉，山药粟米糊，全部都是20元一包。还有这些花生这么大包都是10元，红色伊力多都是10元一排啊。看下去大部分的东西都比坊间便宜很多，啱晒一众真的喜欢买平靓正东西的你啊，经过都可以来看看啦。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带你们搜罗身边有什么抵玩抵食抵买的东西，可以订阅我们，按旁边的钟仔抢先看，跟贴着我们最新的情报啦。还有记得留言赞好和分享我们的资讯给你的亲朋好友啊。大家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 这样就可以一箭双雕，同步收到我们最新的资讯啦。多谢。